更充实，心灵更和谐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，借自身之提升，影响周遭之人事物，继而汇成一股力量，在这举世天理良心日趋沦丧之潮流中，匡正人心，力挽狂澜，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普传之宗旨，即弥勒佛的仁慈大愿，化污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，化分。